怎么样？你这个很紧张哎，感觉。Yes, lucky. 我死了。Lucky. 我死了。在中间那边。在那边跳，最简单、最靠近的方法了。加油！我那边等你，我不要过去啊。OK, 进去啊。 全部看过，真的，哇，我不可以啊，我感觉我帮忙拍的，我要讲真的啦，我第一次叫红脸皮玩那种东西的话，哇，全场进到完了，全部人进到完了，叫我们下几个任务吧，谁最少分的，我要在广场中间，就是大家很唱首歌这样 ，OK， 所以我们来继续下一个任务，OK，刚刚那个任务完成了，现在我们下一个就是，只要你随便对这个一个路人，那你就看出来，用一个应当的表情。 对啊，比这good，3秒钟，哇，这个简单，这很简单嘛。来，准备抢啊！来一，给我中，三，给我中就稳了，给我中就稳了。Yes， 我中 ，lucky， 哇 ，yes， 我中，还是小杨中了。很叮当的脸。3秒。 啊，3秒。我突然觉得我们 YouTube 啊，就是会给人家留下那种不好的阴影，懂吗？好，现在刚刚小杨完成了任务，所以我们现在下，<笑>我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在 shopping mall 扮猴子。 一边叫一边走路 ，OK。哇，你们的东西都是很硬。我丢啦！我丢第一个都是中了，我跟你讲。准备抢啊！准备抢啊！哇，惨了！你不会拿最小张，这个是最小张啊！哈哈哈！爽到了！猴子在做。那时候你不是拍个扮猴扮什么？轮子哥那种猴子。 你要爬爬一样样子的嘛，爬一样。不会搬猴子，猴子这样。这样猴子这样。猴子这样。你印象中的猴子是怎样的？一楼的那个，我叫马咪。哦。啊，走一下，一楼下一楼。我就一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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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楼
他蛮你尴尬的嘛？行，这个大胡子，你都是这样最尴尬。我觉得这个最尴尬的，还有比这个更尴尬的吗？还有最后一个哦，最后什么？这是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个我们就肯定在中间那边玩了了。拜拜。现在轮到来最后一个游戏啊，这一个游戏就是要在 shopping mall 里面，突然间跑去抱着墙壁讲，我爱你呢，很大声的那一种啊。我这个也是很拉屎一下的，不会拉屎，希望我中。我觉得很简单的，我很喜欢我中哦。我动，拜拜拜拜，你很开心啊！从这边中间啊，那个墙壁你要抱住那个墙壁，哪一只啊？因为在墙壁这样子的吗？哪一只啊？啊，你要抱那边哦，我爱你啊，很大声的那一种。我笑，这样，上，你走的，来啊！他大声喊我爱你，很大声的。
要抱着喊我爱你的大声。无处的声。跑太快，你喊到。真的好吧？跑太快，你喊到。我爱你。哇哇，今天这集真的是尴尬的要死。那你觉得好玩吗？哎，鸡。好，再所以我们游戏就完毕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的那个胜负已经决定了。来，我们讲出我们刚刚我们做了多少样尴尬的事情。Yuki， 我做了三次。你做了三次。有。你做了几次？两次。OK， 做的最少呢，代表黑嘛。黑的话，我们就两杯的草莓要做三次。没有。哎，做了三次，而且。讲片的话做多两次，你好，行不行？对，现在这个惩罚呢，就是要在广场那边大大声唱歌，唱出十秒钟就可以了。好，了解。OK， 现在小杨要准备去执行他的惩罚了。他打我啊！不然呢？我呀！来，那边。喝完呢？哎，先给他喝水润喉一下先。OK， 现在小杨要去执行他的惩罚了。哇，来讲一下你被惩罚的感想是怎样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啊，是我做过最尴尬的事情啊，在用手柄摸脸唱歌，干什么来的 ？OK 啊 ，steady 嘛，是不是？ Steady 要玩就敢敢玩 ，OK？ 喂，现在我的影片就到此为止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他们，他就是 Yuki 小白羊，全部都是小白羊。还有一个抓 cam 的一个重点人物来给你们看，花，哇，花，没有，要auto转过来，要慢慢转过来，然后就得了Yuki的那个最新的是哇，OK， 所以我的影片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